我觉得你的唱功是一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的，你都不会被耽误。其实我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。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啦，你们已经有一些名声哎，你们知道吧？爱骗人的事情。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的。我们不是说好好说话吗？旁白哥抱抱，杨丞琳笑，你不会被美貌耽误。陈绮贞实话只能尴尬接好啊。哎，杨丞琳1月6号巡演到上海，突然唱起陈绮贞的名作，歌词里没有一个鱼字的鱼。喜出望外的是原唱本尊也现身啊。听哦，当然了，更精彩的是杨氏专业的 talking 环节。我在台北小巨蛋就看过这个演出，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，这表演好好看，然后舞台啊，美术、灯光、衣服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就是真的唱得非常好，真的。谢谢绮贞。其实刚刚大家在第二段看到有放烟火，我坐在那边跟你们说节日快乐，就是绮贞为我。作词、作曲、制作。还没有那首歌的时候就哭了，然后对，我们是其实是第一次坐下来聊天，对，那欢迎。这样算一算，我们居然默默的认识了有4年。有，我一直知道你很喜欢也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在录音室里面才发现说，花园你的唱功是一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会不会被耽误？你什么都有，然后大家也都又在那乱说，好，很难接。对我亲脸，你可以吗？亲嘴也可以。我不确定，可不可以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控台有他的那个忠实粉丝说我不准亲，不然就绝交，所以我只能亲脸。哎，两人最后以手帕胶轻轻收尾，没有被西元耽误。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但杨丞琳口不遮拦，并非偶发事件呐、啊。你们知道吗？骗人的事情。他录了四川卫视跨年晚会，疑似稍早因失言说刻板印象的河南人就是爱骗人，惨遭被消失处分，表演名单除名，节目播出也没有他。那为什么你那么好啊？你都不会被耽误。在里面的新闻，我们不是说好好说话吗？报道。